Hello 各位，今天就来到这个湾仔的天桥，这个位置就是湾仔港铁站去会展的必经之路。但今天跟大家介绍就不是很关会展的事，是关于这条必经之路中间有一个地方，在未来这个8月9号至11号就会有一个 event， 这个 event 就是一个音响发烧友或者音乐爱好者都很适合的，就是伊夫山举办的一个音乐的活动啦。咁其实咧，我哋喺呢一个桥嗰度一望咧，就会望到噶啦，好容易睇到嘅啫。咁呢个位置就叫做特黑。特黑系点去呢？其实你行过桥望到啫，其实好容易行到嘅。我哋而家带大家攞落去望一望，同埋睇一睇个墙咯。其实特洽这个位置是真的非常近港铁站、无论你是去会展来还是在港铁站过去呢，都是近到爆炸的。港铁站的 A1 出口一转右呢，你看到这个外汇公司呢，其实这个位置就是大家的目的地了。有这种什么大厦呢？长友大厦。我们走进去呢，就电梯按一字就到我们的目的地了。咁啊，已經嚟到呢個特洽啦，同埋呢個地方都相當之寬敞啦。入邊呢度係有台燈聲，有曬所有即係做 live 表演要有嘅嘢啦。咁亦都係有大家可以坐得好舒服啦，有免費 WiFi 啦，同埋仲有一啲聲學嘅處理，咁變咗咧喺呢度聽歌咧或者聽表演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舒服嘅享受嚟嘅。好啦，咁啊，而家同大家讲下究竟啊边一日有边位歌手嚟啦。咁首先咧就开放时间，呢个9点到夜晚7点半啊，免费入场可以入去拣碟啊。7点半之后咧就有 live performance 啊，咁啊要买飞价$180嘅门票，咁啊可以经呢个网址咧就去查询或者系去买飞噶啦。咁艺人分别咧就会有 Clara 啦、钟一乐啦，即系钟氏兄弟 Roger。咁同埋咧 ，Susan Wong 都會嚟到嘅。咁有咩新碟呢？新碟咧就包括有呢個鐘一樂嘅 MQA CD 最新嗰個 songbook。咁跟住亦都係有 Susan Wong 嘅 Close to Me 嘅180g 發燒黑膠唱片啊，亦都係有 Clara 嘅 MQA CD 同埋 SA CD 啊 ，Chantal Chamberlain 嘅新版本可以供發售嘅。地址就係灣仔洛克道150-158場友大廈1樓全層啊。由湾仔港铁站 A1 出口一出转右 U-turn 行2分钟唔使就到达啦。咁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嘅音乐软件，Blu-ray 4K UHD、MQA CD、CD、SA CD 同埋黑胶唱片现场特价发售，发烧友嚟到记得唔好忘记过一过去特洽嗰度拣翻啲心水靓碟啊！咁佢有興趣喺8月9号至11号咧嚟到呢一個灣仔特洽，記得唔好錯過呢一個活動啦。咁活動嘅日子咧，我就打咗喺呢一個畫面上面啦。有興趣自己留意住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伊夫山舉辦嘅 event， 介紹到呢度為止啦。咁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我哋啦。未訂我哋 channel 嘅記得訂閱，訂閱咗之後記得撳住 channel 隔離鐘仔，有新片出第一時間收到通知。